BB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支影片很不一样，要开始喽。哦 ，BB 不是叫你不要看吗？你干嘛又点开啦？哦，奇怪。好，开玩笑，我帮你拿包包。哎呀，你现在在学校 OK 吗？啊，是哦。我说那个冠豪真的很奇怪，我明天去学校找他算账，好不好？不过你最近不是十八岁生日了吗？我特别准备了这瓶东岛西歪，我们可以一起喝哦。好喝哎！啊？你说会不会太苦哦？不会啊，这一点都不苦。而且，如果你会害怕太苦的话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吃苦哦。哎 ，BB， 下班啦。今天去运动吗？怎么流那么多汗？会不会很累？哇，那你今天跑几公里？十公里？怎么那么厉害？你怎么那么优秀？真的很棒哎！啊，对，这边有一支台酒新出的产品叫桂花雨，他说喝起来清新淡雅，还有一点桂花香。哦，真的。喝起来跟你蛮像，你应该也会喜欢哦。Hey BB， 今天菜卖得怎么样？我今天本来想要去黄昏市场找你，可是我要去拍《孤独的美食废人》。不过我只要一想到你，我就没有办法孤独了。我这里有一瓶白色森林。哎，我觉得口感不酸不苦，非常的圆润，我觉得你会喜欢哎。李黎，你应该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没有关系。喝喝看这瓶重装骑士，就跟我一样，一开始有点苦涩，后来就会回甘。你这安全帽好像有点不太安全啊，先帮你拿下来好了。你的头发有点乱。你知道真正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在这边。等一下，不是这里啊，不是这里啊。BB， 怎么了？你刚刚是不是看了什么怪怪的东西？不怕不怕，受惊而已嘛。来，我喂你口水。压压惊，有没有好一点？割裂的胸肌，如果你还想靠，什么？你说还不够？没关系 ，BB， 我准备了惊喜给你。江江，这瓶啤酒叫做北啤。比比喝北啤是不是很可爱？而且这瓶啤酒清爽而典雅，续杯性佳，就像你一样，让我想要续杯一整个晚上。比比，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喝这瓶北啤吧。BB， 你应该不要割裂你的胸肌。等一下，这一点这边图书馆，真的笑了。跟我一起喝吧。